公里，然后我是哲学星期五的志工哈。那今天我们在哲五要讨论的话题，好像这个连续假期讨论的比较看起来比较轻松一点，但是轻松的背后有带有很多的公共性啊。好，我们要讨论一下你期待什么样的台中影展？这边台中人的请举手，或者住在台中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大部分都是住在台中。那第一次来到哲五台中的哲学星期五的有没有？第一次哦，也不少。好，请放下。那其实我们今天哲学星期五我们在台中，其实在从去年一月才开始，然后就持续在好办这个地方来进行每个礼拜五的这个论坛的活动。那其实哲学星期五作为一个公共的沙龙论坛，所以每个礼拜讨论的主题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比如说这礼拜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影展，好，有关于影像方面。比如说上个礼拜呢，我们上礼拜也是讨论影片的哈。那有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些不一样的话题，那比如说音乐也可以讨论啊，好，建筑艺术也可以讨论，那或更严肃一点的啊，比如说这个反服贸，这个318学运也可以讨论。好，那所以他讨论的议题的是非常多元的，那所以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半就固定在这里，都会做这个形式，就是这个公共论坛的形式，然后再来进行讨论。那每个礼拜其实我们是怎么撑下去的呢？其实我们是靠着一群志工，哲学星期五它没有，它不是一个盈利单位的，那它其实都是靠志工团每个人自动自发每个礼拜来到这里，然后去认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哦。然后包含你看这个这个设图的每个礼拜在网络上我们粉丝页上，好，的一些图的设计，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由志工来管理，包含这个脸书页，那整个它就是志工的运作方式，所以其实我们不是盈利的单位，包含你来这边我们没有跟你收什么收费用，好，那所以我们靠的其实是这个小额的募款的方式，好，那大家有零钱有那个钞票要。想捐就捐，那如果没有想捐就不要捐，这样子，哦，都很自由。那这是主要是哲五的一个运作模式。那每个礼拜我们找了不同的人，其实他们有一些是大部分都找本地的，中彰投地区、中部地区。那外地来的朋友，有时候讲者，其实我们讲者是不收演讲费用的，我们也没有给讲者演讲费用。那可是我们会。包含他外地来的，我们会通常给他补贴一些这个交通的费用，让他不要这么辛苦跑到台中来做一些分享，然后他自己要贴钱，然后出交通费这样子，啊，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的支出这样。那其实每个礼拜透过这个哲五的活动的进行，其实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形形色色的朋友，然后关心整个。不管是大台中，或者是关心整个台湾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议题，哈，这些都很好。那所以，其实关心这些议题，重点是为大家要加入在这个论坛里面，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讨论。好，公共论坛最重要不是前面讲话的人，公共论坛最重要是所有来参与的人，也就是哲学星期五最重要的就是各位，啊，绝对不会是我们站在前面讲话拿麦克风的人。那所以哲学星期五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每个人都要讲到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讲到话，可能他们待会今天讲者分享完以后，你有问题，或者你觉得他讲的你的意见跟他不一样也没有关系，你们都可以提出来，要反驳要提问什么都可以，或者是你觉得他的意见很好，你要跟着他觉得说，哎，好，老丹，那我们就来搞台中影展吧，也可以，好，你想要跟着一起行动也很好，好。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说每个人都要讲到话，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要每个人都讲到话。我们啊，紧张了对不对？因为我站在你前面嘛，好，所以你有点紧张，不要担心。来，我们每个人都要自我介绍。好，那哲五的传统，每个人要自我十秒钟啊，好，十秒钟自我介绍。哦，不想介绍就很快讲一下就带过去了。可是十秒钟啊，你如果觉得说你想要介绍一下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或者说你现在隶属于哪个团体，你们做的事情也很有意义，你也可以稍微工商服务跟大家讲，也都没有问题。好，哦，但大家把握时间，十秒钟到三十秒，把完整的自我介绍，告诉大家你是谁，然后你在做什么啊，或者你
你为什么今天想要来听这一场这个台中你期待什么样的台中音展？你也可以现在就讲，你如果现在就很想说，我现在就想要讲我期待什么样的音展，你就现在也讲没关系，但是讲的时间要控制一下哈，一个人不要超过30秒，10秒钟到30秒钟，好，所以你不要担心，虽然麦克风在你前面，我没有要找你，来，我们从后面开始好不好？从里面开始好了，来。哎，加油！好，大家好，我是哲武的志工。我是加油。然后因为去认识老丹，然后可是我们做的事情都跟营长没有关系，可是很常常听到他在讲这个台中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营长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讲很久了，可是我们做的事情都跟营长没什么关系，所以很好奇他所谓的营长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不管是文化人或是这些电影工作者，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在台中这个地方，这样、不要觉得麦克风很烫，拿起来就介绍一下，说你是谁啊？大家好，我们叫陈泰佑，那我是这边的，就是台中当地的学生，因为是在网上看到说台中影展这样子一个很有什么学的大学生？大学生对。那学什么？我在学视传。视传，视觉传达，视觉传达，好，所以跟这个会有点关系。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在做，就是有关于影片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很有兴趣。好，谢谢。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林尚月，然后我是长期居住在台中，然后非常喜欢台中的纪录片影展，因为去年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这样的影片，就是在台湾这样子，在台中播这样子，然后就是很期待，就是未来台中还是会有这样子很有意义的影展，这样可以持续有这样，对，我们就不用跑到很远，对，要跑台北这样。好，谢谢。我是鸭子。那其实之前就跟老丹有认识的，那对，今天就来听听看他的想法，因为他其实讲这个讲很久了。所以他如果话现在要办，你就要加入了，意思了哈。赶快先承认有没有要做？不敢承诺吗？有没有？反正你也没有办法不加入了。有点二势力的感觉，那好来。我叫卡秋，那个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现在上班族，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以前很喜欢去国美馆看那个纪录片，可是这几年好像就是都没有这样活动，所以我今天才来节目，就是听你看这样。大家好，我是思荣啊，我之前是有看过高雄跟台北的影展，对啊，我来台中才知道说台中没有影展，对啊，所以今天想来听听看说就是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展。好。大家好，我叫黄思雅，然后我是台中人，然后可是现在在嘉义，就是嘉义念书，然后因为之前一阵子就是嘉义有类似，就是有一段时间那种营展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连嘉义都有，为什么台中就没有的？对啊。大家好，我是拉拉，然后我是台中人，可是我从大学时候上台北念书直到现在，然后最近想回台中了，所以也来认识一下。好，一定要回来台中发展。你看，我们其实在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团队都回来台中发展。大家好，我叫张国成，我是暨南大学的学生。那之前有在高雄听过哲武的活动，那来台中是第一次。所以你是高雄人？不是，以前在高雄那边念书。啊，现在在暨南。对，在埔里。对。大家晚安，我叫阿正。啊，我喜欢摄影，啊也喜欢看一些纪录片，谢谢。好，大家好，我叫阿伟，只是对今天的主题有点兴趣，所以想来看一下这样子，谢谢。大家好，我是信安，台中在地人，然后参加这个哲武啊好几次，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来多参加这个活动，因为它的主题啊，都会。跟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息息相关。那这个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影展，我从2006年台中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我每次都有去，每次都有去。所以当建立一个感情了，就对了。去年决定要回到台北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伤心的，蛮伤心的。今天看到策展人了，我等一下就会问他问题了，为什么要回台北？哦。
刚好在雅婷，然后我知道折舞这个活动是因为我大学的教授，然后教伦理学的叫吴峰伟，然后他有时候会在台北主持台北的折舞，所以叫台那个折舞这个活动。然后对这个主题有兴趣，是因为之前有接触到一个那个导演拍纪录片叫吴峰，所以就是对这有点兴趣。所以你也念哲学的。大家晚安。那个，我是台中人，目前就读于长荣大学的应用哲学系，然后我是哲舞长荣分部的里面活动企划。然后这次连假刚好就是星期五有机会在台中，所以就是看到活动资讯就过来实习。好，见习。不要实习啊，我们说不定是可以交流了。好，谢谢。大家好，我叫卷毛，我在台中，就是现在就是做替代役，就是服务乡里。我是台中的，那我以前在北部念书，那我有去看过金马奇幻影展，那我那时候就是在就是台北部看，就觉得还不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回台中想要参加，因为发现在台中都没有类似的，就是活动的，对，然后也不想去。就是开车什么到台北去看，因为在服役也没有办法出去，所以如果这里有个影展可以，但我就每天有事就骑摩托车去看，就很赞的这样。对。好，大家好，我是赖元，然后其实我是最近刚好忙高三备审，然后就今天比较有空就一起来，就是也搞不清楚在干嘛就来了。大家好，我是赖德宇，就是我是台中人，然后现在就读中心大学，然后之前来过哲舞几次，然后我对影展印象就是小时候有看过国美馆的双年展，然后对于、就是、小时候，就是小时候，很久以前，然后其实我觉得是能够办一个台中的影展是一个，觉得是一个新的想法，觉得很有趣，然后来参加这个。我们比较晚来的朋友哈，前面第一排都还有位置，好。摇滚区真的很好，而且坐位置比较舒服，因为有靠背这样。哦，不要客气，来第一排。大家好，我叫吕凯丽，然后我之前也有参加几次哲舞，然后目前是念大传系。那其实我对是台中人吗？对，我是台中人。那我现在就是在就是大学念书。那其实我对台中影展其实有一个想象，就是。我希望它是能够提供，就是台中在地的一些影像的，就是去鼓励这些影像的这些人才，然后能够让他们有一个有一个机会，有个平台，让大家知道台中其实也有这样方面的专才的人。那我是觉得台中影展就是它要办得好，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台中这个城市对于大家的想象是什么，然后透过影像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那台中影展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我的想象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台中有很多人才，但是看宅鬼看不宅艺术。大家好，我是嘉义，然后我期待的台中影展应该是说在高雄或者是台北他们都会有所谓的电影馆，然后不会像台中的影展感觉上办得很辛苦。除了国美馆那个部分，我在有印象的话，就像之前在中心市场当中有那个小木映画，然后他们就在很小的空间里面去放，然后他自己是在就是透过个人，然后跟很多的那个影片制作者去联系，其实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空间大概只能装15个。或是去年好像在那个东海书院，就是双年展离开台中之后，好像其实也有一群朋友，他们希望能够也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影展在台中。但是，我记得读到一篇文章，就是有观影的朋友就说：“奇怪，你们怎么这个纪录片的展，然后挑这种地点，然后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完全不顾虑到观影者的一个舒适度，怎么差这么多？”我就觉得，台中影展好像真的要继续走下去，就是延续下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觉得说是不是？当然，可以让它比较多样化，但某一种程度，这个资源要怎么样进来，或者是观众们的那个参与跟想象，或许是要一起去指导。我觉得很难去讲，因为去看到那个其他地区的影展，好像就是那个资源会比较多一点。好，对。所以我们比较缺资源，在台中在做这些事情，然后
因为大家比较都是少数嘛，就像我们今天来到哲武都是少数一样，那缺乏资源就是需要在聚集大家更多的想象，看怎么去汇聚力量的、哦、可以来想象之后台中影展可以怎么样。大家好，我叫秉宪，哲武这边办的话题很多都很有意思，对，我就觉得可以来参加蛮好的。大家好，我叫舒文，然后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哲武终于第一次在有放假的礼拜五举办了哲武。大家好，我是一峰、我跟舒文的理由是一样的，然后因为我知道你们礼拜五都很忙，因为要加班，哦，加班，然后血汗，什么工作？机械设计，好，工程师，对。然后因为主讲者有老大，所以我，粉丝，我算是他的志工，好，全霸的志工，谢谢。大家好，我是文，我叫文杰，然后我现在在台中做有关影像的工作。那去年的话，我有参与，就是东海书院有举办那个，我们也有纪录片影展的活动，然后所以我对于这次的题目也很有兴趣，所以想来听听看。好。大家好，我是静怡大传的学生，然后其实我们是来这里找采访写作的素材，然后就是后来也喜欢上哲武，然后每个礼拜五都会过来，然后刚好这礼拜的就是影展的议题也跟我们跟你学的有关，对对对，所以很期待今天。大家好，我是湘琪，然后我也是静怡大学大传系，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修的东西也是跟拍片、纪录片、剧情片都有，如果台中能够有个平台让这些东西能够更多元的发展的话，那对这些有兴趣有梦想的人可以更好。大家好，我是豆豆，我很喜欢看电影，然后也很喜欢，就蛮支持国片的，可是就是感觉国片一直很欠缺一个良好的一个应该说工业体系的制度吧，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从好的影展开始做起，那也希望台中可以推出更好的影展，然后让这个整个产业能够更好。大家好，我叫小白，然后我本身是台中人，但我现在在台北上班。那这次来是因为就是刚好回来扫墓，然后被朋友拉进来这样。那我本身就是其实从事跟电影没有什么相关，但听说哲武的东西都蛮有趣，希望来这边找个灵感。大家好，我叫博腾，那我现在就读台中的中正大学。那我也很喜欢摄影，然后我自己是摄影社的。然后如果说比较有关系的是，我们这边学长姐好像有帮纪录片摄影展拍过照片，就是我们社有帮忙去拍。对，然后呢也很期待说知道台中可以办属于他们属于我们自己台中特色的影展。大家好，我是少田，那家住附近，然后定期都会来这边。常客啦。对对对。大家好，我是静文，现在是台中五中高三，就是有空就会来，然后也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我也就是刚玩完《飞神》，然后想往广电相关的科技所看看。大家好，我叫婉珍，然后我也是台中五中高三。但我要考职考，然后就只有放假的时候才有空来听。没关系，谢谢。我是小勇，然后无业游民，然后那个我现在有在从事那个英语的影片直译跟那个翻译的工作，那个翻译，对，还有直译，直译，对，然后就是那个英语影片，就是讲没有字幕，然后就会直译这样子，对，然后。之前是铁马影展的义志工，对，好，谢谢，来这边，先从这边。大家好，我叫小智，我也是台中人，然后就晚上有空就来听一下那个演讲这样子，然后，之前好像有一个小农的影展，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就是有事，所以没有看到这样子，所以。就来看一下比较好，以后还要办什么样的影展这样，谢谢。我叫嘉珍，我现在在做裁缝的。那我之前也是铁马影展的志工。那
关于那个国美馆的纪录片双年展，我也有去当过志工。大家好，我是林远，我是台中人这样子，然后我打个广告，我是护理人员，然后我是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的干部这样子。那其实打个广告，就是我们现在回台中做在地发展，劳工在地发，中区劳工的在地发展，然后目前就是有组织的对象，其实比较是护理人员、警察跟消防员，那未来也希望可以组织更多各行各业，以劳工为主体的组织这样子，那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会后跟我聊一下。好，我看终于有人打广告了。我发现什么，你要推你们在什么团体工作，也可以都讲出来，帮自己那个行销工商服务。好，大家好，我是永清，然后我也是基护工会的干部。那我自己是台中人，就丰原人，然后现在在台北工作这样子。那我也要再打一下广告，就是我们预计五月一号劳动节的时候，也是在泽武这边会办一个，就是讲有关护理劳动的议题。然后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参加。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顺，很顺的顺。顺。然后我是应该是相关于影像工作者，然后主要是做设计跟影像的部分。那跟剧场也很常合作这样子。然后我因为台北在大学念，然后高中的时候也完全是个不太有意识的人。然后我突然觉得我真的不太了解我自己的家乡。然后可是到自从去年研究所毕业之后，发现就是我们台中越来越多这样子文化的空间，不是只是单纯的美感的经营，它更有一些思考上的促进跟交流，实质上的内容。对，然后我觉得台中人都很诚恳又善良，所以我很希望这个真的我很希望我的家乡的这个地方的文化可以不应该要就是基础落实的。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屯的泽汉。我会想参加就参加这个说展，是因为之前看到老干都是在舞的方面比较多啊，可能都是参加社运舞场的，对不对？很难得看到他有舞场的，你好，所以想来听听看他的舞场的表现是怎么样。然后文武皆全的，你好。大家好，我是弘毅。我礼拜五有空的时候都一定会来泽舞。大家好，我是算台中人，但是算是新竹市民啊。那我在每年啊，都会大概看差不多三四百部的电影啊。因为我住在那个现在住在新竹，新竹就是有一个那个新竹影博馆，就是一种固定让可以看电影的地方，所以才有可能就是说，而且它新竹市民是免费这样子，所以才有可能大脑一年看大概三四百部的电影。那去年也到台，一年看三四百部哦，所以一天平均看一点多部，这样。对对，到两。打刚刚那款呢？对对，打刚刚那款，就送了。我去年边看回去说啥？没有，我只是比较热爱看电影这样子。对，那去年也是看那个TIDF 到台北看 TIDF 也是看了40几部啊。那我觉得这那个虽然。台中的那个 TIDF 迁到台北很可惜，但是因为有那个林木材这样子的策展人，所以那我觉得哦，就是他挑片还是选片呢、啊，所以这次我觉得很满意，就是这样的那个水准。那也是因为这次在台北 TIDF， 我才知道之前的台中过去的 TIDF 都在台中，所以虽然 TIDF 看的不是很过瘾，所以马上又赶来台中，就是看接着看着台中也有纪录片影展，对。那我觉得，去年台中的那个播音的风格，就是在各那个独立书店或者是咖啡厅啊，但我觉得这也蛮有特色，有点像是小蜜蜂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说，台中到底是适合哪一种影展，是一定都是在一个像是台北这样一个大戏院也看吗？还是都是那种很多独立空间的那个小点，我觉得要好好的想一下，因为对，小而美也不错啦。对，我呀呀呀呀，谢谢。
大家好，我是当当，然后在中兴大学那边工作。好，我可以广告一下我们的活动。没问题，没问题。就是下礼拜一啊，我们就是一个关于最近我们的政府在对外的一些关系，像是从 M503在中国大陆那边要求开放 M503之后，他说我们就是接受开放。那到前一阵子台湾要加入亚投行的时候，国际上都是直接跟中国的财政部递件，可是台湾要透过国台办，他送到国台办，要求国台办帮我们递黑箱。对，然后这种事情，我们就还包括在前一阵子，这种事情他都可以接受，但是到前一阵子故宫，我们的故宫不是都可以接受，那是公检社，这些事情都可以接受。他们就是政府高层好像都可以接受，说在国际上我们台湾可能那个名字有时候会出现，有时候不会出现，可是，在前阵子故宫去日本参展的时候，那个故宫的海报啊，没有印国立故宫，而印故宫博物院，然后他抓狂，要求那个日本政府要把这件事交代清楚，然后把那个国立两个字印上去，不然我们叫车展。所以呢，诸如这些事情，这样一直下来，我们就觉得我们政府的所作所为，在国际的一些国际台湾的国际定位，还有我们对外的主权，但到了对中国的时候，那个主权的强度好像又不一样，这种事情我们是充满疑虑。可是到最近他们到总统府那边去抗议的时候，我们认为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都对这些事情是很有，我们希望表达我们民间人民的意见，可是几乎抗议都只有在台北。所以下礼拜一有一个活动是针对这一系列我们政府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活动。有一系列活动要讲时间地点啊，在哪里啊？那就是礼拜一的下午3点到5点，我们会在市民台中市的公民团体发起一个活动，在市民广场那边有一个游行，然后就是我们这次那个春假连假的最后一天，所以如果大家没有事情的话，吃晚饭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去那边圣诞步。那这个活动的内容叫做抗议联共卖台。我想知道活动讯息，我是不是直接搜寻全面罢免？哈哈哈哈哈哈！好，那我刚点来啊，怎么找寻这个？怎么关键字搜寻一下？我先讲一下这个活动名称叫做抗议联共卖台，然后超限民国大法会。我们就是配合那个清明节办的一个活动。那虽然叫法会，可是它的活动内容其实是很轻松、很有趣，但是我们是很认真、有些严肃的在表达说我们人民对于这件事情的不满。然后你要知道活动的内容的话，你可以上 FB 去搜寻抗议，或是抗议。不是搜寻抗议啊，搜寻啥？这是一个专门的那个抗议，就是跨年啊。全面罢免那边也有，全面罢免。全面罢免关键是在共产。然后如果你记不住，你找抗议联共卖台也找得到。好，谢谢。对啊，所以大家哦，就是那天就去参加礼拜一的时候，连续假期最后一天的时候去参加这个市民广场的活动，下午3点嘛，好，一定要去哦，好，不要担心，因为他们是法会，那集会游行法的话是不规范这个东西的。我说的是事实啊，你去查集会法，哎，真的。大家好，我是顺顺，然后我平常也很喜欢看电影，但是我比较喜欢看的是娱乐商业片。那如果娱乐商业片嘛，没办啊。如果有一个影展的话，就是看的电影，它里面选的电影类型会比较多元，然后有比较具有社会性或是意义性的，就有比较不同的观点这样子。好，谢谢。发现你听完不发现？大家好，叫宇宙。那我是大概一个多小时前遇到淑慧姐，所以才知道今天这个议题。那我可能比较相关的经验是，我是世新电影毕业的，然后我是海角七号的摄影助理，所以这个题目会很吸引我。那我看过台中一个影展叫南欧影展，在好几年前，然后非常失望，所以就想说今天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展？怎么我们建构一个让你满意的在地的影展？对啊，对啊，好，很好，很好。台中人哈，好，那以后也要投入这个嘛，可以加入他们团队，加入老丹。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时间自我介绍差不多到这边哦，那待会就会请今天的主持人阿峰哦，阿峰是我们上礼拜的主讲者，然后还有包含木材，就是这个 TIDF 策展的，好，然后还有老丹默契咖啡的老丹哦，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老丹在长期在台中
哦，他透过这个默契咖啡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一个咖啡馆，包含我们哲学星期五也是从咖啡馆出来的嘛，哦，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带有背后一些很重要的公共性，然后再讨论一些重要的公共议题。那今天讨论这个影展，哦，在地的台中影展，所以就是很需要从老丹他这个我们过去的刚刚有人提到五场的，哦，的这些他的这些很精彩的这个算是什么贡献的，对我们在公民议题上面的，那包含他今天要来，有人说他文场，想要听听看老丹要讲哪些哈，那我也很期待。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我们今天主持人阿峰。好，大家好，我是阿峰许文峰，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独立制片工作者，然后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我们接下来对好会进行的。就今天我们有邀请到那个TIDF 策展的林木材嘛，然后还有默契咖啡的老丹，对，然后待会会请他们针对就他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关于影展这个部分，对，然后做一些分享。然后在现场呢，因为刚才听了一轮，有很多人对于就是说我们的纪录片双年展为什么会跑上去台北这件事情，好像有很大的问号。那这个部分可能待会我可能还要麻烦木材花一点时间，稍微把这个脉络稍微简单的来让大家知道一下，对。然后在我们整个进行的这两段分享完之后，然后我们会留比较多的时间，其实开放给大家来讨论。因为我们今天最主要其实是就是说在这种基础底下，然后听听在地的各位对我们在地的一个影展的一个想象到底是什么。对，所以我会留比较多的时间，然后那个部分就是那一种互动啊，对，就丢上来，然后就我们可以多一点互动这样，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好，然后在他们讲的过程当中，对，就如果你有什么听得不是很清楚的，你们可以做一个手势，就不用打断，做一个手势，抓头。如果听得很模糊，就用两只手抓头，然后他们就会 catch 到，有人听不懂，然后就要白话一点，就不要太那个专业术语，然后就会解释这样，对，所以你们就不会打断他们，那他们就可以帮你对再进行解释，对，好，好，差不多是这样子。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啦，就是一个在地